凯莉和玩具朋友们，我是凯莉。今天呢 ，Superfish， 噔噔，闪亮水族馆和，嘘，梆梆梆，太多了，噔噔，带来各种各样的超级海洋动物玩具，一起来玩一玩哟。那么现在开始玩吧。来听水族馆的箱子里面有，首先是。说明书、贴纸、Superfish， 最后还有，等等，按住的话会发光闪亮的水族馆装在这里面呀！一二一二一二，凯莉！啊，小浣熊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凯莉，是这样的，我之前养的那些小鱼们啊，一不小心都死掉了。所以我把鱼缸送给你算了哟。什么？但是凯莉家里也没有鱼呀。那么你去买来小鱼不就解决了吗？凯莉，你也养养鱼试试嘛，会很好玩的哟。真的吗？知道了，现在已经有了水族馆，买来小鱼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谢谢了，小浣熊哦。那么好好养吧，我走了。我要如何造这个水族馆呢？哦，对了，之前呢，凯莉养过很多小鱼的，把那些用过的石头铺在这下面，这样就差不多了吧。小鱼们呢，喜欢在珊瑚丛中游来游去，那么呢，我们要把珊瑚拿来放在这里面铺一下哟，这样看起来会很好看的。啊，我要把它们布置得漂亮一些，我要把贴纸，还有珊瑚放在这里面啊，来试试看看吧。放下去，放在这里，放下去，摁住了，放稳定了。放了珊瑚就变得好好看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把贴纸上面的贝壳呢都贴上去，装饰一下吧。哇，这样差不多了吧？那么现在呢，我要去买小鱼们来放在这里了哟。我左看看右看看，还是没有卖小鱼的地方呀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海盗船啊！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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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海盗船里面有好多鱼呀。那么我要去拜托一下船长，让船长分给我一些小鱼啊。是这样的吧，船长，船长。我就是船长，是谁啊？你不是小浣熊吗？凯莉，你有什么事情啊？小浣熊，你就是这艘船的船长吗？没错呀，有什么事啊？你是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小鱼的呀？是，这是我自己抓的呀，因为我想把它们卖掉挣钱。你说什么？你有这么多的小鱼，那送给凯莉的水族馆的时候，怎么没送给我一只呀？凯莉，对不起哦，小鱼是应该花钱买的，但是这附近确实没有卖鱼的，所以你只能在这里买了哟。说什么？我就知道你要耍花样，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啊？给我放到这里，便宜点卖给我们嘛！凯莉真的好想养小鱼呀，请给我一只好吗？好的，凯莉，那你就先挑选一下吧。这里啊，有毒刺水母，还有鲨鱼啊。鲨鱼是最多的了。什么什么？哇，真的好开心啊，在家里可以养鲨鱼和毒刺水母啊！那么到底怎么做呢？我现在挑选就可以了吗？还有粉红色的水母呀，我来挑选。不是的，凯莉，这是蜘蛛的，要自己拿走的哟。真的吗？那凯莉用手抓就可以了吧？不过凯莉，你要小心点哦，说不定会咬你的手指。知道了。怎么办？要怎么抓呢？凯莉首先要抓一个水母吧，水母放在这里，在这里抓住头部，噔噔，抓住头部的话是安全的吧？放在这里不会死掉吧？把水母放在这里，哇，还有好多这里鲨鱼呀，好可怕呀！这是什么活泼的呀？我要的是独特的
鲨鱼，真是特别好。哇，小朋友们，这只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很帅气呀？好吧，我决定要买你了。这两只呢，一共是多少钱呢？凯莉，一只是500元，一共呢是1000元哦。啊，说什么呀？这也太贵了，能不能便宜点呢？真是的。不行啊，凯莉，不能更便宜了。不过呢，凯莉，这只是1000，但是买5条的话就1500元呢。说什么？简直岂有此理呀！那么我只买5条了呀？啊，真是的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意思的哟。朋友也会更多吧，那么你先等一等吧。哟，哦，水母还戴墨镜呢，这是什么？是时尚的领袖吗？好吧，我决定买你了，再选2只就可以了吧？我要选最活泼的2条鱼。把你的水族馆拿来吧。什么？要把水族馆拿来啊？好麻烦呢，能不能给我一个能带走他们的大大塑料袋？知道了，等一下吧。凯莉，装在这里面拿走吧。装在这里面不会死掉吧？应该没事吧？应该没有事的。是吗？哦，怎么一条不见了呢？你是不想跟我一起走是吧？可以的哟，你要跟我一起走，你被凯莉选中了哟。长得好像鱿鱼呀。好了，谢谢啦，小浣熊。那凯莉走了哟。对不起了，小鱼们，以后凯莉有时间的时候才会把你们买走的。咻咻咻咻咻咻，啦啦啦啦啦，嘻嘻，好开心呢，小鱼们。稍等一下，凯莉这就把你们装进水族馆里。放入小鱼之前呢，首先要在水族馆灌满水来，要小心翼翼的哟。好了，凯莉现在就把你们装进水里。首先呢，把水母装进去。小鱼，哇，呦呦，啊，行了。水族馆是不是太小了呢？怎么办？要不要把珊瑚拿出来呢？珊瑚太大了。哇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宝宝宝宝，玩得好开心啊，棒棒的。这是可以开灯的水族馆。来，先把大灯关掉，我们要把灯关掉了哟。1、2、3，呀！哇，真的好好看呢，在黑暗中是不是会更好看呢？朋友们，他们在和睦相处的玩耍中，呀，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看地板，你们要游泳的，赶紧游起来哟。哇，水母和其他小鱼正在一起和睦愉快的玩耍哦，打架也不吵架。哦，对了，买来的小鱼，但是忘带小鱼的饲料了呀。哎呀，真是的。那么凯莉要去买饲料了呀，我要去买饲料了。嘘嘘嘘嘘嘘。今天呢，拿着各种各样的小鱼，闪亮的水族馆来一起装饰了自己美丽的只属于自己的水族馆。小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有意思吗？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和大家见面哦，再见。